这是我的新宠好物，就是 Eslo 的外泌体修护精华霜。今天我还请了一组很厉害的直播主来跟我一起介绍。哦，你没有哭吗？就真的就是要把脸打烂，最强的那种。对，每天敷，然后就是恢复的蛮快的。 我们是三楼福利社，好康都在这。我是彬彬，我是淼淼。对，你有在用这个吗？有，每天都用，每天都用。对，因为它就是一种保养，可以就是放在每个保养步骤的最后面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像我们平常熬夜，然后平常日常都带妆。 其实皮肤就很受损，所以它就可以做成一个肌肤的屏障，就是可以隔绝外在的因素，就皮肤就比较不会闹脾气这样。我就发现，哦，它很补水，但是它又不会很黏腻，然后就是那个褪红的速度是真的很快，是镇定，因为它擦起来就是很滋润啊，对于一些干性肌啊，或者是敏弱肌，哦，会有很有感。 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做医美，会超有感，因为当初就是为了要去测试这支产品，然后因为我就特别去做了医美，最后就是跟那个医生沟通嘛，他就是打了2700发的那个蜂巢，但是呢能量呢是一般人的3倍，哇，是天啊，然后就真的是，好险就是有我们家的机密霜，真的很有感，我知道口说无凭，好不好？ 2月份去打的，就是打完的当天当下，你没有哭吗？最强的那种，对，最强的，直接镭射吹到紧绷的那一种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到这样子。那所以你是每天厚敷吗？每天，对，每天敷，每天敷，然后就是恢复的蛮快。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？可以这样子涂？它里面会有韩国保养品圣品的积雪草提取物，然后半仙醇、外泌体，还有一个叫 PDRN 的东西。对，我一开始接触这个机密霜的时候，它就有听说它是会在肌肤之间就形成一个觅食。 就好像是细胞之间的一个传递者一样，因为它都是那种小分子，所以它渗透跟吸收的能力会很好，就可以很正确的就是这样去传递那个养分进去，就这样知道你哪里缺水就去哪里。对，然后它意识，它的质地真的是很柔和，水，对，水就它蛮好推的，对对对，你们要试试吗？哎，都有，有没有吗？我跟你讲。 其实身为专业直播主，身上带一堆问题是很正常的。对啊，你可以试试看，这是外出旅行，这个外面买不到的。外出旅行，这个算是旅行包。有，很多很多很多，到处都是吗？魔术师，它真的很润，对，它真的很润，对，很耐用的。厚敷就可以了。哦，酷的耶！这功效真的很多。这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成分吗？对，它的成分呢，最主要就是这个。 积雪草的外泌体，对，那外泌体呢，它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科技啦。然后它有三个优点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分子非常小，它是纳米等级的，也就是呢，例如说我们的毛孔有这么大，它就是这样1咪咪的，所以它可以迅速的通过我们的毛孔到达基底层去作用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亲和性非常好，亲和性非常好，所以呢，不管你是一些。 不管肤质，任何肤质都可以使用，像是酒糟肌啊，或是敏弱肌都可以使用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它第三个就是它很会呼朋引伴，很会绕黑亚迪，所以呢，只要那个地方出状况，它就会绕旁边的黑亚迪，它的那些细胞去帮助做一个修护这样子。其实很适合当礼物，然后现在这个其实在台湾就买得到。 哦，不用飞韩国买，不用在韩国买，因为这个出去就是可以放包包里面，反正都能用，因为脸、身体都能擦，都可以，大人、小孩都能用，感觉它是很方便，对，各种肤质、各种状况都可以，对对。